没有脱单，我暂时不打算找女朋友，好吧？哎，这个暂时估计也挺久的。说得好，三一电一刀，还没电出来。哎呦，手感不好啊！风暴五级警告。被反补了一刀，然后漏了一刀。我也反补了一刀，往后撤。他这个关我第二波线也进塔了，还行。这个反补，毁了他一刀。黑鸟收这种塔刀是很难收的。你看，他想收那个被我反补掉了，然后第二个也收不到了，因为进塔了。我再收两兵，二三，再收一个起飞。黑鸟的话补刀就相对有点少了，给我弹一炸。他关我这关无所谓，好吧，这关无所谓，他 A 了个 miss 反补不到就定了，然后我也反补一个远程兵，一人一个正补。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个分水岭，你如果想打压制拉 A 残影 A 没问题，但如果你这个时候拉 A 残影 A 了，你刀没补好，三分钟是买不到鞋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看你嘛，就打消耗还是打先打发育，再把兵冲上来，他中的也没线眼，残炸一下，给他，我觉得下一波可以打压制了，就这波好吧，出来喝个啤，他一级关吗？小心带过来。这边正好还留了一口瓶。这不先进塔了，再也不要推掉，难够的。黑鸟的英雄。没推线能力吗？补刀挺一般的。我附身的精灵食物给你留点东西。把他们吹飞！这波切记好吧，不要因小失大，肯定我丢了，直接回家。中路优势其实不大，没啥优势其实。鼠标为什么有点飘呀？好的，添加武器。前进。轮到你喽！风暴警告。他现在黑鸟中路混不了的，而且你像这种有关的，我两加拉是很好操作的，你看他这波失误了。
马上有拉，可以。走吧，二，五，六，慢。